觉得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，就充满自己的行程。那有推荐有好低调用。李欣娜彻底拆了世元界，松口有圈外人守护近四年。我的任务就是要怀上龙体龙种，对对对，这是我的目标。这样，就你现在的任务是怀孕，对。而且要三天之内，就是怀上龙种，太难了吧？三岁我也有点难呢。有演到这么细节吗？如果你们自己在玩的过程当中想要即兴发挥是可以的。这游戏也太刺激了吧！李千娜出席剧本杀实景游戏活动。天哪，我带着小一起玩恐怖游戏。你说主揪吗？对啊，我觉得我不会。你会输。不是，我不太喜欢出门哎，我就喜欢待在家。如果可以去我家玩的话，那太好了。因为我平常除了工作，就回家就想要放松。所以那家对我来说就是最放松的地方。就是容易被。不是，你不要一直跟着我吗？你的情商已经好了。我觉得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，然后还有工作，就充满自己的行程。我觉得不管心情好或不好，都我还是要继续往前走。我想要现在以工作为主，然后顺其自然。如果有遇到喜欢的，也许就有。那有追求什么？有，好低调有。就是看报纸发现你单身了，就冲动。也不是啦，就之前就有了。因为最近有比较热络吗？不会耶，工作啦。我们那个时候在拍的时候就跟着。只是他现在只是单纯的在追求，还没有要。大人哥吗？上一阵子，那真的很想知道这件事吗？不知道啊，因为你是多大？啊，好难哦这题。可能有三四年吧之类。对。大人哥应该是七年十年。小人哥啦，小人哥啦，小人还是一个小人。这三四年间你都没有答应他的追求。就是维持友好关系。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默契啊。你如果一进他没有进，那你就会知道他可能还没有想要跟你在一起。这样讲他不是这样讲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反正就是，不是圈内人吗？我觉得不算吧。工作人。反正我觉得我现在没有以感情为重啊，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好好冲事业。然后而且我最近因为疫情停了工作之外，我自己有餐厅要经营，所以我真的没有心思去想这些。